二年哈，就是两年前的五月三号，我们就已经先来拍了夜访跟当地城隍庙来做那个拍摄。那当时就已经有接受城隍庙啊，还有我们的金村啊，还有平安社的一些帮忙。接下来看到的就是一系列美术的部分的一些呈现。那像刚才大家看到的很多的东西，譬如说，看到我们去做那些夜访的这些事前就先去拍摄啊，或者是这边在整个在做导演的时候就来了解，我们也是至少一天都拍了五六个小时以上。其实拍了那么多东西下来呢，我的电影里面也不会用啊，我也只是刚好今天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大家才看到，或者是大家看到的那个。譬如说，我们做的一台那个皇太子做的那个凯迪拉克那个车子哈，那那个车子也是为什么我们要自己做？因为台湾就没有这样的车哈，台湾比较多的车都是30年代之后的。那那个凯迪拉克的样式，我们就觉得说，哎呀，那个我觉得那个就是又是不一样的年代的样式，所以我们就自己找一台中古车，然后自己然后请老师画图。用玻璃纤维整台要做出来，那其实这都是我觉得拍摄影像上的一个困境啊，在台湾来讲，
在美国或者是在中国的话，很简单，我不管想要拍任何年代的，我只要走进某一个仓库，这个仓库全部都是清朝的东西；走进另外一个仓库，这个仓库全部都是明朝的东西。在美国走进任何一个工作室，哦，1920、1930，甚至可能分得更细，1920到1925、1926到1930，它所有的东西通通都分门别类的，我们只要花钱去租啊，哦，就好了，我还不用买哦，哦，我只要租就好了。可是呢，当我如果想要拍大道城，拍1923年皇太子来台湾的坐的那台车子，我就花了100万坐那台车，那台车现在还停在我们公司地下室。我也不知道卖给谁啊，哦，就是这就是我们的困境，就是我不可能去只是说啊很简单的租一租那就可以做了。那包括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些艺旦身上的那些服装，那这也都是一件一件量身定做，甚至连他们衣服里面穿的blouse，哦，因为都不能有钢圈，所以也全部都是用布重新定制的，就是这些这么细节的东西。但是我不可能在电影上的时候，哎，圈一个圈圈写说，你知道吗？这件旗袍，哦，我花了多少时间？不可能，那就只是一个基本的，让观众，让各位观众看的时候，哎，觉得说好像都啊，波浪高，然后一样子过去这样。那不过这个也是我们作为一个影像创作的人的一个使命，就是说，当然我也可以觉得说啊，反正只有2秒，哦，其实老实说，像那个宜兰的小学生说，哎，那个只有2秒哎，为什么我们要花这么长时间？那我也可以不要拍好了。其实那个小朋友扛轿子的那个哈，就是这一群小朋友，哦，只不过就是扛一个神轿，然后经过了这个画面。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这么小小的，可能真的有看过电影的人都还不确定说，哎，有吗？在哪里？好像有看到，真的就是一个2秒钟。但是为了这个2秒钟，我们就要去把这个神教全部做出来，把这个小朋友身上所有的衣服、他们的头绑的头巾、他们穿的木屐，甚至是要经过所有小朋友家长的同意，把每个小朋友头发都剪这么短，啊。那这就是我们拍摄上的一个困难，不过我们也是一直努力的在做。那所以我现在自己也养成一个习惯，就是说我只要看到，因为自己经历了拍了这么多片子之后，我接下来只要看到别人拍的片子，我都不会去骂他，因为我都知道一定中间都很辛苦，就是很多的辛苦是感觉上好像做白工，可是只是为了短短的2秒钟的画面，那就为了呈现这个细节给大家看。那今天讲到这个有关于这个城隍的哈，那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缘分。这次找到了城隍老爷的金身哈，有到我们拍摄现场去，为了拍摄这个就是男主角佑胜哈饰演的角色。他回到1920年代的时候呢，掉下来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国维加桑哈，在银城隍的这个年代。那为了这个银城隍呢，我们做了很多的一些准备工作。我们先来看一段这个影片。那其实当天除了我们等一下看到的影片里面有这个大龙洞金狮团，还有这个台北林安社，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还有这个城隍庙这边的协助。那甚至后来很难得的，我们让那个城隍庙现在变成跟当地哦宜兰传艺中心的这个文昌祠两个庙现在变成姐妹庙，哦，很有意思。因为当时这些神像要过去，城隍爷要过去的时候呢，其实他不是像我们安排演员说住在旅馆、住在饭店就好了，他必须要住在安顿在一个庙里面。那这个传艺中心呢，就刚好有一个庙，那于是就这个缘分之下呢，这个非常慎重的哦，还去到那边之后，不只是住在庙里面哦，还必须那个庙还请了一团布袋戏来演给神看，表示对他的尊重哦。我觉得这个都非常有意思，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影片。这一辈子第一次。
真的有穿越时空的感觉，就是在我第一次走进产业中心里面搭出来的那一个环境。其实当时我在看南京电影这幅画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好魔幻现实啊，因为你去过油画节的人都知道，油画节其实看似完全是长这样。但是郭雪老师用他的自己的一个切入的角度，把更多的东西元素放到这个他的创作里面去。所以这次跟元素在张老师啊，还有我的许哥。在讨论这个部分的时候，也是就是说我们怎么去创新这个这条文化街，而不是完全就是遵照原本的文化街的样貌。那所以用很多的布旗，用很多的这个布置的招牌，真是觉得太了不起了，每一个都好像真的就是真的，包括比如说熨斗啊，然后什么酱菜桌啊，什么什么这些都太了不起了，这真的不是开玩笑，这条街又盖起来了。我的感觉就是，哇，我到了另外一个国家。我觉得真的很多像一比一的打造，超棒的。真希望以后有这么多这么多认真的主题，是为了台湾做一个好事，不再是只是为了纯商业的目的。我觉得商业加上艺术才可以长。拍摄的时候我遇到了四个台风，那其中这个台风是最严重的一个，因为它从宜兰这边登陆，登陆吗？最宜兰影响最大的，对，我应该很清楚，中转难免，一早来就担心了，其实有那个预感，因为下雨下太多天。80%都拍完了，然后其实我一边在接受访问的同时，另外那边已经在拆了，因为我们必须在两天之内把那条街还给转移中心，让他们去做生意，所以就是我一边觉得说哈，我们才刚拍完就在拆，然后就觉得有一种很可惜的感觉。不过后来跟转移中心的这个一些讨论之后，目前我们有一部分的这个招牌等等都有留下来，所以不知道各位如果有兴趣，明天还有一天假期，可以去宜兰传艺中心看看，你就可以看到我们刚影像上看到电影里面的那一条街，基本上都有
保留下来，然后传艺中心啊，就到这么先例耶啊。现在每一个店的不管卖什么东西，前面都加大道城三个字，大道城饼干、大道城麻辣干这样子，就厉害了。那我觉得也蛮好的啦，就是说，曾几何时我们可以让大道城这个地方能够让人家去消费，我觉得也蛮好的啊。那而且变成是看完电影之后，因为好像有一个主题乐园一样，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一个。一个这样的合作的案子。那讲回来，这个有关于这个我们跟罗扎沙的这个银城隍的一些关系哈。刚我们看了一点点的片段，是有关于这个当时2012年的时候，今年是2014年了嘛哈，两年前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来拍了一些这个夜访，还有这个银城隍的这个影片。那其实当时拍这些影片呢，真的我也知道说它其实在电影里面不会用到，但是它就是对于我来讲，就是因为我虽然没有经历过，因为我虽然我的爸爸阿公阿祖都是大道城人，可是因为我外婆爹家就喜嘛，我没有在这里出生长大，所以对于银城隍五月十三这件人挤人人看人这件事情，我的印象是蛮模糊的。也许小时候爸爸有带我们回来看过，但是实际上现在的银城隍的状态是什么呢？我很好奇，也很想知道，想要多做一些 research， 所以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这个当时我们拍的一些这个画面。因为当时我一直想拍的就是说，我们刚刚动画里面看到的，就是说我怎么样在高楼上面的地方可以看到整条街的这个样貌，然后整条这个很清楚的这个迪化街，然后包括了像这样子的银神赛会的场面。当然了，我必须说这个场面已经比我这个拍电影是没有办法做到这样的场面了，不过我们已经很尽量的再去做了。然后这种像现在看到，因为一直在放鞭炮，以及很多人烧香的这个这个不是画面很雾哦，这是因为有人放炮啊。那刚放完鞭炮之后，那一阵烟消过后，那这个也变成我后来在电影当中的拍摄这个银城隍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场景。我准备了大概有50-60串的鞭炮以上，每一次 action 之前就是先放鞭炮。那其实我不是只要鞭炮的这个响的这个样子，我其实要的就是这一阵烟，因为这就是我所看到的，虽然是现代的，但是我相信当时银城隍的时候应该也是这个样子，那个香烟的弥漫，然后那个放鞭炮之后的一阵烟雾，然后可能还会往前吹往后吹，所以当时我们就特别跑到这个永乐市场的顶楼这边哈，这样子去拍。所以其实到时候后来在电影当中，你看到我拍摄的时候，我也几乎都是取这样的一个角度，因为这就是我觉得能够看到整个全貌的一个画面这样。那另外一个是夜访，那我觉得夜访也非常非常的有趣。但虽然在电影当中没有呈现，可是我相信我现在了解了之后，对，像这个夜就是那些哈暗访夜巡，那他就是在银城隍之前哈，那会有一个晚上的哈晚上，我记得那一天晚上应该有到12点1点哦，到非常的晚。那我觉得这个虽然没有呈现在这次电影当中，不过呢，我也很觉得，因为知道了这件事情很有兴趣。也许之后的影片当中就可以，来，之后的影片当中就可以来，也许来呈现这样子的。而且我觉得很有意思的，这个应该是在，这个是在哪里？这个应该是在大龙洞，在大龙洞庙前面那边。那不过这个夜巡哦，很有意思的是，整个晚上通通每一个宫庙。每一个社团通通都派出自己的这个团队出来，
然后我不知道会不会有看到，像这个都是比较传统的，就是我们看到的纪检会啊，还有文武判官。那其实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我请你找好看哦，就是现在有很多的那个团队，譬如说八家将、三太柱，这个来的时候是 LED 灯的，哦，它是那种可能为了让更多的年轻人。我觉得虽然觉得哎，好像跟传统的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也是蛮有意思的，就是他的那个整个装扮跟传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拍的影像非常的多，我们来看看，没关系，这段也可以看一下好了。像这个家将，然后在那个几乎是每巡到了一个庙，我也是那一次参加夜访跟狗尾茶茶之后，我才知道说。哇，原来大道埕有这么多的宫庙，它几乎是每到一个庙，不管大小，通通都要停下来，那就是有一个对庙的一个对神明的一个算是干拉宫，我来到你家，然后这个来拜拜一下，然后来认识你一下，然后来让各位知道像这个，你现在他看到他身上那个紫色的光，那个就是 LED 灯。所以他就是把那个很传统的东西跟很现代的东西结合在一起，然后我觉得这些非常对我来讲，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觉得好的地方，是因为其实，这个绕境哦还蛮吵的，因为一直放鞭炮，然后有时候放那个风炮啊、冲天炮这样子。那但是我觉得，我相信在住在大稻埕周边的住户们，因为每年都会经过了，而且因为一代传一代，大家都知道说啊就是安尼嘛，吼，每年都是安尼。而且其实当然比较宗教性的来讲，会觉得说放鞭炮本来就是把一些不好的东西哈，把它驱开来啊，或者说让他知道说，新龙牙被来啊，所以让他们比较离开一点。那虽然有一点比较吵一点啊，可能那一天会吵到晚上11、12点甚至1点，那但是我觉得我几乎都没有看到任何的人说出来抗议啊，或者是说太吵了打电话叫那个警察叫环保署来取缔。因为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民俗嘛，就是说毕竟还是跟我们人民的生活是很息息相关的，那一年也不过就这么一次，所以我觉得大家也都还就是遵循这个传统，那我觉得这个传统能够继续留下来是蛮好的。我现在一直试图想找那个 LED 灯给大家看，因为拍的非常的多，所以可能没有办法马上找到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它也有非常非常多的那个花，像那些花车呢，我后来刚刚我们在影片当中看到的。那我就是想法说，这是现代的花车，有很多灯泡什么什么的。那个时候，1920年代的时候，我也想要让它有花车。那个花车是长什么样子？所以在电影当中，我就是还是让它呈现了花车，然后让它呈现了。我一直记得印象很深，我爸爸讲的板仙啊，就是小朋友去拜土地公，或者小朋友去拜观世音菩萨。那我一直印象很记得很深的，就是我爸爸一直说，小时候他就是拜观世音菩萨，就是都是男生去拜，然后也很有意思。就是那这个印象对我来说很深刻。那在电影当中也是为了这个东西，就呈现了2秒钟，我也就是把那一台花车把它做出来了这样子。那这次在岔开来讲一点点哈，我们这次大稻埕除了这个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去各个地方拍摄这个1920年代的这些东西之外，我们还去了很多的古迹。那就像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古迹留下来。那我觉得这个古迹文化其实非常的重要，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其实如果不整理的话，那它就是只是一个空间，也没有什么。那就是因为我们把它整理起来了，然后让大家做各式各样的活动，让更多的不管是哪一个年龄阶层的人，甚至小朋友都来，让他就尽量的多来，多来之后他就知道说，以前义美是什么，以
前是大安医院，以前是蒋渭水的文化协会在这边，那后来这边把它租下来，那办各式各样的活动。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段，我们去了各地哈，台北当然居多，也有去到九份，的一些古迹拍摄的一个影片。非常非常多的古迹，包括淡水的货运号，还有银广。因为这里面都是古迹，然后大家麻烦小心一下，这个动作不要太大。好。那天呢，我从他的最东头路来，早上的时候经过很安静。真的制作人员是花了很大的功夫在这个部分。